伟群是杨威世界的武术冠军。2009年高雄世运夺下男拳和男棍双金牌的他，选择在国家里担任武术教练。对，很好。古代人家战争的时候就噔，但是呢，现在做旋风腿，叫你们注意这个啊，注意这个，把这个意念加上去，把这个意念加上去，不要随便对别人这样做哈。示范动作时不断叮咛，武术练定性，不能拿来打架。彭伟群特别在意练武的心态，因为他自己出身一个客家剧团，被父母送到剧校学京剧，有了几分底子就浑身叛逆。伟群，你是学戏的，你会翻跟斗，你是学戏的，你嘴皮子很好，你很会说，但是你除了这两件事情你还会什么？这是练北体时教练张世博对他的评语，另一件事对他更是当头棒喝。我们早上练习喝得醉醺醺的，就占用那个地毯自己里面乱打，所以说伟群你下来，你不要侮辱这个场地。那时的彭伟群才意识到习武者脚下的地毯是神圣的，也因此一路蜕变脱胎换骨。高有红葱腰重的莫注意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已经交出总统杯太极拳冠军的学生，这位冠军教练并不自满，他要每个子弟兵身上都能看到武术的气质和内涵。老师关键的一句话改变了彭伟群，现在他也为人师了，时刻敦促自己要做比得冠军更有意义的事。高玉董聪腰中的莫注意，高玉董聪腰中的莫注意。